梅干菜烧鸡翅所需的主料有梅干菜、鸡翅。第一步，将洗净的梅干菜用水浸泡，使其回软，然后将其切碎备用。第二步，洗净的鸡翅一切为二，加少量盐、料酒，用手抓匀腌制，再将其均匀的裹一层淀粉，蘸一层蛋液备用。第三步，锅中无需加油，下入切碎的梅干菜，将其充分烘干后备用。第四步。热锅凉油，将拍好粉、脱好蛋的鸡翅入锅煎制，煎至其三面金黄后，下入葱姜蒜，爆香后下入烘好的梅干菜，充分炒匀后加少量酱油、料酒、水，再加少量糖、盐调味儿，盖上锅盖，中火烧5分钟，出锅即可。梅菜鲜香，鸡翅外酥里嫩的梅干菜烧鸡翅就制作好了，还等什么？赶快给您家的小宝贝露一手吧！